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Asia. Welcome to the Asia Brief. Our team has professionally curated the latest reports and research from global media,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al agencies on Asian affairs. Now, we present it to you, the Asia Brief.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出人意料的太平洋演习中部署核潜艇。英国《每日电讯报》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核潜艇进行突击演习，将该国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转移到了他的东翼。普京赞扬海军的高水平技能，并表示应在其他地方举行类似的演习，因为他表明，在军队因乌克兰战争而捉襟见肘和耗尽的时候，俄罗斯仍然可以在太平洋投射力量。 演习恰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访问莫斯科。此外，俄罗斯对日本对海军演习的批评置之不理，称其需要关注乌克兰，并对各种地区威胁保持警惕。这里是亚洲简报。苹果在印度开设第一家商店，这是科技巨头的有前途的前沿。《纽约时报》报道，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Tim Cook） 访问了印度，开设了该公司在该国的前两家零售店，分别是孟买的 Apple BKC 和德里的 Apple c i c r e t 预计将帮助该公司打入该国的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印度与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国接壤，已成为苹果的优先事项。尽管事实上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印度手机市场被认为是高端手机，零售店的推出正值苹果计划将其大部分 iPhone 生产转移到印度，作为使该国成为中国以外主要生产中心的努力的一部分。摩根大通 （J.P. Morgan） 的分析师表示，到二零二五年，苹果四分之一的产品将在中国境外生产。 预计这一变化将创造当地的技术制造业就业机会。这里是亚洲简报。印度和俄罗斯将解决贸易逆差和市场准入问题。路透社报道，印度和俄罗斯讨论了解决贸易逆差和市场准入问题。此前，印度寻求减少自乌克兰战争以来对俄罗斯商品的进口依赖。两国正在讨论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商业关系的增加。印度没有明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呼吁和平解决冲突。 鉴于西方制裁削弱了其核心行业的运营能力，俄罗斯可能希望从印度进口五百多种产品，用于汽车和飞机等关键行业。这里是亚洲简报。不丹国王访问印度，凸显超级大国边境紧张局势。外交官报道，印度担心中国对不丹的影响力，因为两国陷入边界争端。由于两国的友好条约，印度对王国拥有权利，但印度担心，如果中国与不丹达成和解。 印度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为西里古里走廊将暴露在中国军队面前，这对印度军队构成直接威胁。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这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但与往常一样，印度和不丹在公共外交关系中保持友好。这里是亚洲简报。韩流如何与越南社会变革相交？外交官报道，自1992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越南一直接受韩国流行文化，被称为“韩流”的韩国娱乐和产品，包括韩剧。 韩流、旅游套餐、化妆品和时尚在越南中持续受欢迎，尤其是在女性中。这种现象归因于首尔将自己表现为引领潮流的经济体的政策，并引起了越南年轻人的共鸣。他们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政策，被鼓励走向个人主义和自给自足。K-pop 粉丝圈引起了争议，一些人指责韩国人进行文化殖民，尽管越南的批评相对温和。柔和的男性气质以美貌。 温柔的个性特征和韩剧中宣扬的情感表达为特征，已被纳入越南流行文化，并由当地明星体现。浪漫的韩剧和感伤的 K-pop 民谣特别吸引在私生活中寻求自我照顾和情感满足的女性。这里是亚洲简报。我们应该祈祷马斯克在中国之前进入太空。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太空探索正在进入一个商业竞争的新时代，这将有利于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种发展既是商业的，也是利润驱动的，应该鼓励继续下去。利润应该是空间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尽管 SpaceX 的首次星际飞船发射被推迟，但太空技术正在迅速加速。对太空探索的投资受到利润和回报前景的推动，特别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卫星通信和利用零重力进行制造的能力方面。地缘政治竞争也是太空探索的驱动力，政府的动机主要集中在军事优势上。 这里是亚洲简报。蔓延的热浪笼罩着亚洲的大片地区。Axios 报道，席卷亚洲部分地区的热浪导致许多地区的气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打破了长期的温度记录。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印度、中国、泰国和孟加拉国。研究表明，该区域易受极端高温影响的原因如此之大，必须作为优先事项加以对待。热浪的影响是巨大的，抑制了户外建筑工作等活动，并导致经济产出减少。 仅在印度就有报道称，至少有十三人因中暑而丧生。这里是亚洲简报。为什么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来解决 TikTok 的担忧？外交官报道，美国立法者呼吁禁止 TikTok，因为他们担心，由于 TikTok 由北京公司字节跳动 ByteDance 拥有，他可能会不当访问敏感的美国用户数据。TikTok 目前由 General Atlantic 和 Fidelity 等美国投资公司拥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由总部位于中国的字节跳动拥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然而，尽管全球范围内以安全风险为由引入了部分限制，但很少有国家实施全面禁令。这引发了对美国监管控制的更广泛影响，为专制做法开创先例的风险，以及由于监管自由裁量权而可能限制美国消费者访问创新的外资应用程序的问题。这里是亚洲简报。竞相逐底，中国与美洲交易外交的弄巧成拙的逻辑。外交官报道。 美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查尔斯·夏皮罗 （Charles Shapiro） 表示，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应试图通过简单的在该地区提供更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来超越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努力。夏皮罗在《美洲季刊》上撰文称，中国的做法的特点是缺乏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存在腐败和颠覆的风险，而美国需要提供的不仅仅是援助，还必须改进自己与拉丁美洲接触的工具。他指出，敌对的司法裁决和不断的党派斗争阻碍了美国的参与。 这是主要挑战。鉴于美国在影响公司投资方向方面不如中国，交易方法尤其成问题。夏皮罗补充说，当地精英应该抵制与中国的交易，并鼓励他们面对过去中拉关系中考虑不周、不透明、往往充满腐败的交易建立韧性。谢谢收看亚洲简报。